好了，没了，给爸爸画。给爸爸吧，我们先画画好吧。等妈妈回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给他做一幅画，好吗？哈利，哈利，这样不好啊。下次画爸爸不给你了。And then have that, please. Ali, if we do this, next time no play. Okay, please give it back. Come on, Ali. 我们给妈妈画画好不好？ Ali. Yes, you have to.爸爸说了只玩一次，对不对？爸爸说了只玩一次，所以只能玩一次。已经玩过了，可以给爸爸。嗯，能不能开场子呢 ？Please， 哪里？爸爸。Yes, that's a good girl。嗯，给爸爸。小朋友 sleep。No, no, no, you don't put there。Olivia。怎么样？下次不能玩了啊！你这样的话，爸爸相信你才给你的，要不然下次不给你。下次还要玩吗？李新奇，打电话给爸爸。爸爸给爸爸。No, you don't do that. If you do that, you go to corner. 怎么样？ Dad said no. You do one more time, you go to corner.什么时候应该做正确的事情，会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嘛。Say sorry， 你对不起了是吗？为什么？那你把电话先拿回来吧。自小就经受严格专业训练的李小鹏，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女儿，希望女儿可以像曾经的她一样，成长得更好。好，你爸爸。